皆さん、こんにちは、丹丹です。Hell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丹丹，又到了今天每日一刀的时间啦。那今天每日一刀呢，轮到了巫师这个职业啦。那巫师这职业，大家看了一下连胜网，竟然有一套九怨法21连胜的套牌，所以我们就直接来实战看一下这套九怨法21连胜到底玩起来怎么样。那它还是一个充能巫啦，玩起来应该是跟充能八七八像，只是起手可能可以去多抓一个九怨，也不一定。然后二费部分还有带上冒险之梦，其实到最近的一两个礼拜，有蛮多这个巫师开始带这个冒险梦的啦，因为它本身也是一个二费过牌，那比棋子来说虽然少了一个一攻的打点，不过有机会帮你回到血啊，有机会回到血的话，可能就有可能多苟住啊，也是有机会的，所以我们来尝试一下它这个21连胜的构筑玩起来是一个怎么样的感觉。好的，那我们来到我们实战片段，遇到的是什么？遇到的是一个10900分的皇家。皇家的话，我们拿后手。皇家感觉起手要留一个环刃，不然等一下场会解不掉。那留一张小笨鸟当过牌吗？避免真的没过牌。好，换一张冒险梦。好，那冒险梦的话是之前在玩那个。七能巫的时候我带这个。那我想一下，我没记错，如果是抽到生物的话会帮生物加一加一，是不是？然后抽到法术我们会补血，我没记错应该是这个效果，大家看他。这位兄弟最后不换牌，想很久， OK， 看一下。对，抽到从者加一加一，抽到法术补二， OK。 那如果如果抽到破四的话会加一攻，好像还行。完了，感觉他是在挂网。他那个起手不换牌，感觉是在挂网。还是他这个10900分都是这样打的，受不了，暗放，让对手暗放弃，不可能吧？哦，好，他有喊结束。那一抽，乱个牌。梦离进来了，我们手上进两张环刃，感觉梦离帮我们找到 K 卡几率还蛮高的。完了，他真的每一手都要这样吗？那我是有点扛不住我都不知道这影片要继续拍下去还是不用拍了。没事。没单左，那不会是那个叫啥？不会是屁股？不屁股，那个马桶啊，马桶忘了，会是一个正常的财宝 ？OK， 正常财宝压了直接敲头。那我们就继续过吧。一抽看一张。哦，梦离，冒险梦吧，法术。他在我们这边确实也是会当一个法术没错，但不应该是这样子的，说实话，有点尴尬。主要是我们现在需要的 key 卡都没来，九怨跟破四都没来。那我们得四趟跟五趟有环刃可以拿来结场，应该是还好。然后等一下看睿智神鸟帮我们补血，就是被敲四点十四伤，还行，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里。啊，看他二费有没有东西，他是进场拿鞋子嘛 ？OK， 拿鞋子，炮手，好。我们看一下进这个一二挡不挡？一先点，然后这个先抽一下，箭雨哦。箭雨是有点，这个，看这是能不解的吗？我只是在想这件事情，有点想要冰雨把它解掉。如果想要冰雨解掉的话，这个冲冰雨，然后一费打一，怎么样？好像只能这样一好一点。也不用，我们等一下会有进化，所以不用冲冰雨。这个，然后压进化，
我が敵を避け。水魔法もう古い。然后冰雨直接丢吧，看有没有机会解。没有，可惜。但问题也不差。哦 ，Kika 没有来，怎么办 ？Kika 没有来，吐了吐了，大吐了大吐了，怎么办？啊，探究可以抽，探究可以帮我们把手法补起来。哦，被拿到二打四了，很麻烦，这边很麻烦，时间压力在我们这了，撞。撞冲冲，这个不撞了。我们是不是有机会拿金？哦，他哦直接冲，看一下七次，有机会拿进化点回来，就是打一声探究，然后缓刃，然后就是可以拿进化点回来。反正这先抽啦，先抽开始。好，有第二张这个，那我们把进化点拿回来吧。啊，这第二。然后这个再点，这样子是十充能。十充能啊，就把进化点要回来。那是有点尴尬，还是怎样的？二点撞撞，感觉要交一张剑鱼，好像不能再吃，不能再吃伤害了。我们这边不能再吃伤害了。哎，有两张这个，有两张这个可能好像可以再吃。不管了，不吃。做一个六六，可能他也没这么舒服。我们下一趟，下一趟补四滴。对啦，还是不要吃了，因为我们要把血线再拉高一点。但问题是，我们的怨哥哥到底去哪了？搞得好像我没有放怨哥哥一样、欸。吃两张，对吧？这两张吧，他前面吃一张鞋子嘛，第二张。哇，拿手势，好狠！哎哎哎哎哎，干嘛啦？刀背手，刀背手，手上是刀背手，刀背。刀背刀手，刀背刀手，刀背刀手，然后两个法术，两个二倍法术，所以手上。好，算了，不想算了，不想算了。哎、欸，好像哪里怪怪的。一抽，零下去，三再抽。哎、欸，怨哥哥真的不见了，怨哥哥。怎么会这样，怨哥哥？一抽，还是没看到哎、欸。那呢？怎么还是没看到？点头了，点头了，点头了。不可能吧！哎、欸，怨哥哥在最后九章是想怎样？他等下踢七了，这边打一点小场面。哎、欸，怨哥哥跟破四都在里面啊！这八章里面有两张破四，两张怨哥哥、欸，哎，啊，然后这一套也没有大文豪。不对，有大文豪我们可能也撑不到 T9。这套也没有乌拉诺斯。所以等一下，我是要炸了欸。
三吃一张，应该是交一张，应该是交一张来结场，我猜他这样打高几率交一张来结场啊。OK， 哎、欸，不对吧？到底？等一下，哎、欸，怨哥哥在最后三张啊，干嘛、啊？不能抽了。不抽会赢吗？不行，还是得抽哎、欸。等一下会再抽一张嘛，这张抽了，等一下可以再抽一张，所以下一套我们还不会打。怨哥哥在第40张跟第38张欸，这到底是想怎样？啊！来，我算一下，等一下03，然后这是8。不行欸，没办法欸，因为剩下的全部都是，就算我觉得没死，剩下也全部都是那个。欸、这把说真的，可能跟牌真的没什么关系，这把真的是排序问题。就充能巫师就是有机会遇到这种状况。没单做，就我前面那个梦离其实也过，梦离三张都有拿下去过牌了。一张过到了什么？一张过到了破四嘛？哎、欸，不对，破四是自己抽上来的。哎、欸，我没倒、啊，可是我也杀不死他。好好，我没倒，但我也杀不死他。那呢？怎么这样子啊？白痴哦、喔，排序在搞啊，白痴哦、喔。好啦，那么今天的一刀就到这里告一段落，我们明天再见啦，拜拜。